信为道观功德妙啊，重用一切诸贤君。那有这份信心啊，那这个功德贤君啊，这条的道路呢，就真正的空中的大路，好难行。所以，咱要用智慧来选择，咱选择人事物。咱既然选择了后，咱来肯定，咱就唔免搁再去怀疑啦。安尼就对啦。咱的心嘛，充满了烦恼，时时都是拍结，解未开。所以啊，咱来相信。真正会当善呐，实说呢，不净不善呐，那就偏向了是邪是恶的道去。所以呢，这个疑惑啊，是一种恶暗心嘛，无有开出了光明，迄个智慧的光明，所以容易呢。把这个心门啊，光明的心门关起来，所以咱应该爱定啊，真警惕自己吼，唔通滴啊，正确正法中啦、啊，来起疑惑哦，也那无呢，啊，差乎你呀、啊，失千里呀、啊。有一位啊，要去寺院参加扎苦啊，但是呢，乡村啊，离迄个寺院真远哦。寺院的人开始啦，敲板啦、啊。就看到一位来到寺门，啊，香灯看到啦！哇，你哪会这么熬早？是啊，我就是要会当护着这个早课，看较清楚嘞。你哪会唔免夜灯啊？外面天遐尼暗啊，路遐尼细条，你安怎来？那也唔免夜灯。伊讲免啊，我夜灯对我也无帮助啊。了解较清楚啊，因为我目睭无看到啦，所以有夜灯啊。甲无夜灯啊，拢是同款。增长一个一个啊，啊，都安尼滴滴入来咯。众人会发悲啊，声音啊。经文啊，哇，伊拢真清楚。查考了后，伊呢就请教师父，这每一段的经文，这位师父就讲：你到底读经偌久啦？无啦，我家己一直想，人生无偌久啦。我即马开始呢，爱赶紧来接近佛门啊！我爱来求道理啊！所以我今仔日呢，安尼专程啊，第一次来参加扎课。那这位师父就讲，你第一次来遮参加扎课，你是安怎？那也唔免提灯，遐尼早就来，你敢唔惊？迄个路人呢，会去打对狗仔底落去，
伊就讲，袂啦，行路吼，我真清楚啦。至于咱这间寺院吼，早课我是第一次来啦，啊，唔过呢，对人来吼，人甲我带来吼，安尼，平常时我嘛有来过几次啊，所以方向吼，我知影啦。那师父就问伊讲：“啊，你第一次的早课，啊，你哪会当拢记得遐尼多呢？你过去是毋是捌念过经？”哎呦，无啦，我就是拢总唔捌啦。啊，唔过呢，我早起听这师父伫咧念的经哦，我拢真清楚，所以有疑问的所在。要来请教师父，黄昏啦，天也暗啦，要回去啦，伊就甲师父讲，啊，师父。你是不是可以借我一把灯？啊，你不是说灯对你没作用吗？啊，你就早起透早天未光就会回来啊，现在天暗呢，啊，你怎么就要拿灯啊？我早起是透早来，我相信那么早路人没人走，所以我未去防撞到啊，但是呢，起码才黄昏天暗嘛啦，我呢行入去甲进来，已经拢总暗嘛，我若无夜灯哦，人会撞到我，所以我起码要回去都爱夜灯，是预防人撞我啦。这是一个故事。其实呢，咱人生敢不是安尼呢？咱人人啊，应该呢爱有智慧。就七像这位呢，目睭无看到，不过伊有心眼，伊啊相信，伊知影方向，伊相信家己，哪怕呢天未光真暗。伊相信，伊去到寺院啦，未跌倒，这条路应该是真安全，伊会当行。这是伊对家己相信。但是啊，啊要倒来时啊，都要夜灯呢，伊预防，因为呢，别人啊会来撞到伊，这呢就是伊有。相信自己，但是呢，伊唔敢肯定别人，所以伊要倒转去的时，都爱夜灯。咱若会当搁再相信自己，还要再肯定别人，哇，这都爱真高的智慧咯。总讲一句，人生啊，拢是彼此伫咧怀疑。那阿弥呢？咱就会心地会混乱啦。而且呢，一条的道路呢，嘛是会昏暗。明明都是空中的大路，确实呢，咱家己会障碍家己一条的道路，这嘛就是怀疑。所以讲起来啊，咱。哎，好好的警惕自己，唔通自疑家己，也唔通疑他人呐。所以咱也是疑他人呐，咱安尼呢，无法度学着物件。常常讲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呐。
每一个人拢是咱的老师啊，不管是善地性啦，或者是恶地性，这拢总是现象教育，咱应该呢，爱用这种啊，唔通甲人事当是非，有是非起来时，咱甲当作教育，自然啦、啊。咱会家己的智慧肯定家己，是非啊，咱真清楚。但是呢，唔通去轻视别人，也唔免去用怀疑别人。但是对家己呢，智慧爱建立，安尼自信唔免自疑。所以啊，各位，咱用简单的心啊，清净的心。来亲近善知识，那安尼就对了。